台南市南市区鹿头巷光复七路是全台湾前台的单向七路，也是台南唯一的七路建筑群文化资产。2016年明月初六的台南太体堂，是直到由300年安居为业光复的公堂速度顺败。本台在2019年九月的就会战后的，因此也特别是历史建筑施工单位董运生固守长的时间就投到的，都今年年代将办公。台南市哈维飞今年没补出的光复记录800,000元，来判理犯禁的改善同体制延错。文化当年同发帖的光复安阳的前瞻客家的建，韩国南市的客家发展前景又很阳的，因推出的内地报道，先对光复的共堂很阳的长的，听下来了解。我祖先来台伊伫这个所在哦，伫第三个据点啦，伊只因环境地理的牵引，好啊。在这个鹿头巷山脚啊，伫只发展到这个时阵，来到光复祠堂，也代表台南市南市区鹿头巷光复西路三无堂十三王无体西路光复六路，是全台清代单向总头，每台南唯一总头建筑群的文化资产，亦有半日子是客庄显明特色。啊，因子孙满堂，我一直往外扩建，好到至今是136户。因少年的拢出外，啊，即阵拢一挂长老、耆老，吼，大概进伫即个30户的居民，大概好咧60-70位安尼啦。叫你叫做摸牌。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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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复唔但倡导南市电台，还发展到富群的玉匠技行，都是喺光复的天梯。200-300年前吼，祖先过来就算，嘛咪讲隐姓埋名啦，一直隐藏伊是客家人这个身份伫遮，吼啊，因为安尼可能是惊交平埔族这边会有啥物冲突吼，所以延续至今啦。2016年呢，2016台南太体堂由300年历史光复总头苏顺到伊厉害，本但2019年旧年的会战后，不过系历史建筑施工单位为了竣工，近边间工厂时间拖到诶，铁器工厂做了头年米前完工。那修复之后呢，它一定是成为台南客家的精神重心，哈，跟文化指标之一，哈。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在许许多多的客家聚落，虽然台南没有客家乡，没有客家镇，但是有客家的一个聚落，像在白河。后续第二期工程会陆续来进行清除客家的迄个聚落的家，啊嘛是希望咱中央客委会会当来听到阮的声音，会当来继续保存着这个文化，和这个客家精神发扬光大。托光复总头拜田亮片，还看到老屋嘅有布棚鉴定负担。光复希望老总头后续做得更好，好办一只全台湾青苔单向总头，啥啥都得。下个新闻相片，钟雄秋台南报道。